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今天老爹要打造一个核弹菠萝丝啊！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祈愿小屋7经费、35经费、210经费、350两个，700经费，全部连起来，祈愿币啊，拿我们的祈愿币，然后210可以再一个，没问题。哎，OK， 全部奖励都拿到了，发个红包，祝大家恭喜发财，大吉大利。然后抢自己的红包，赶快抢，赶快抢，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全部都我发的，靠腰。还有什么圆摸大奶 ？OK， 好，然后。这个祈愿币要换什么？万能碎片，没问题。还有这个，我有4个哎。好，也不知道换什么了，都换1万吧。啊，这个这真的没用哎。啊，这个可以精炼补给卡，还是要换万能碎片啊。换这个好了，这个也不好，哎，好了，精炼补给卡，剩下的。还有182哎，哎，我还有32 ，OK， 应该就没什么重点该换的了，重要的老弟都换完了，那么现在，君強いんだろ？いい動きだ。さすがに強いな。角色，菠萝面包，老爹已经把他的装备哦，都换成攻击形态的征服卡，超强的征服卡，暴击率，暴击率，暴击率，暴击征服 ，OK， 最屌的都给他了。然后满纸装，全部都满的。目前的属性攻击力500万，生命力1500万，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菠萝面包升到6星，来，万能碎片搞起来，6星的核弹菠萝面包，到底会有多强悍？伤害率再加5%。これは暗黒盗賊団ダークマターの項目であり、超級核弾流啊！宇宙の覇者ボロスという超級核弾流。然后，角色专精，这个特防就不重要了，搞一下我们的特工啊！ヒーローとやらを殲滅。助力角色一要到3星。3星就3星，いい動きだ。没在怕的。さすがに強いな。
直接突破。你靠腰、哦、两个都要三星哦，这个也要。 OK OK， 那可以的吧。さすがに強いな。特攻五阶持续升级，所属阵营的四个角色阵营专阶到达四阶。靠腰，我的怪人没有四个四阶吗？怎么那么讨厌啊。好，这个七阶啦，怪人阵营要四个四阶，好吧，老爹之后再搞。然后应该就这样啦，六阶的核弹波罗斯，我忘记这个了。这次有这个卡片物资 up 哦，不过应该没有人在缺经验卡了吧？现在很少人缺这个东西啦，所以老爹就不抽了。抽那个没什么意思啊。你看我900多张这个卡片物资卡片哦，这个我连抽都懒得抽。哎，好像有奖励耶！等一下，老爹看一下哦，这好像有奖励耶。哦，不是这个，招募有礼，这个啦，卡片物资补给，哇，可能要抽个300抽哎、欸，这个好像要抽一下哎、欸，这个好像要抽一下哎、欸，这不抽不行啊，奖励太香了各位，我本来有934张。全部抽起来，这实在太香了，这一定要抽啊！虽然我的这个身心卡已经多到不行了。好，这边老爹自己慢慢抽。好，各位，老爹已经抽了400多抽了，我把最值得领的奖励全部领起来。哇，好香啊，这个还是要抽啊。哎，400抽的没领到。好了，后面老爹自己慢慢抽了，靠腰。少抽了39抽啊，等一下再补啊。那600的我就不拿了。来。老爹的核弹菠萝面包，让各位见识一下。这一次的云山馆高手是我们的 AA 秀斗，来，这个一样使用我们的菠萝面包，核弹菠萝面包，开始挑战。那前面的两队呢？不知道谁会赢哦。跳过，干，我输掉了，靠腰。输一点点，第二队，哎，第二队不要输啊，再输很难看啊，再输很难看啊。好，老爹速度比较快，而且我有那个什么风谷西老高哦，所以我的水龙应该超强的才对啊，直接碾压，等等一颗用。然后我很期待我的水龙可以打多少，我很期待我的水龙可以打多少。哎呀，太冗长了，直接跳过，看到没有，碾压了，碾过去了。来，决胜负的回合 ，AA 秀斗，吃我的核弹菠萝面包的威力吧！台服最柱男，你怎么跟我比？老爹的忍者5800万，再来，核弹菠萝面包5亿2000万，
没问题。这个是刚开始而已哦，会越打越高的，会越打越高的。老弟的球棒，一的伤害，没问题。继续继续。对面的球棒，秀短的球棒，一脚接腕。我是六星的核弹菠萝面包啊，痒痒的，来呀，秀斗，你能够击败我吗？不要晕倒，不要晕倒，霍利嘎仔，老弟的菠萝面包还没有晕倒哦，还可以。老弟的球棒一棒，三亿四千万，就是这么狂。核弹菠萝面包，七亿九千万啊！看到没有啊？这才是真正的核弹菠萝面包啊！好，看对面的火鸟。不知道在干什么，然后对面的这个小枪菠萝面包，我们看一下对面的这个小枪枪菠萝面包可以打多少的伤害。我觉得我可以打更高哦，来啦，笑死人，一亿两千万啊，你在打什么啊？你输定啊，两千万是在干嘛？看看我的，八亿啊，胜负已分啊，差距就在这里啊，真的这么远，张天，老天真会把这个菠萝面包，核弹菠萝面包，用到特工九阶以上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。拜拜，看到没有，就是这么狂。